位新朋友，然后那位新朋友是我们在路上捡到的，然后他就是捡到他之后，然后就大家做一下认识，就是认识啊，然后就跟他说晚上田花村有表演，然后他就来了。对，我要介绍他吗？好，他的名字叫 Roger， 对不对？是吗？不知道，其实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。对，他是一个人从高雄来，一个人哦，一个人来台东玩。驾照，所以就没办法租摩托车，他就坐了那个台湾好行，就是有一个公车是绕三线海线都有台湾好行公车，然后他就坐那个去逛各景点，然后可是因为台东你知道公车真是太难等，所以他就在那边逛逛逛，在一个多小时就遇到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把他领走，领到独揽去，对，不知道他后续怎么样发展，我待会再问他。好，那第三首歌我要唱的是。外婆的澎湖湾，对，这首歌有澎湖人吗？还是你们有人去过澎湖吗？很羡慕哎，我一直很想去澎湖，可是澎湖很美哦，而且那时候澎湖不是有一个什么花火节，哇，觉得很羡慕，我就决定今年一定要过去，对，如果到时候有去成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，OK。非常轻快的澎湖湾。